大家好，欢迎来到咏春拳自习室跟练课堂。在我们常规的训练中，一堂正规的训练课应该包含套路、身法、步法的基本功训练，其次再开始招式应用的训练。那么对于刚开始学习的拳友，一开始还没学到那么多动作，我们就先把训练集中到我们学习过的以及要学习的动作当中就好。我们今天的主要训练目标是咏春拳的身法训练转码。在开始训练今天的动作之前，让我们先复习一下前几节的训练。第一个训练，小念头拳套套路，准备。握拳屈膝，开码，重心下沉，双手张开，双跟手，双摊手，收拳，左手日直冲拳，摊平，圈手，收拳，右手日直冲拳，摊平，圈手，收拳，摊手，圈手，护手慢慢收回，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收回，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收回，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收回，放松，拍手，撑掌，摊平，圈手，收拳，右手摊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往回收，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往回收，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往回收，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往回收，放松，拍手，撑掌，摊平，圈手，收拳，左按掌，右按掌，后按掌，前按掌，拦手，扶手，整手，前标，制手，标手，压臂，呼气，提臂，呼气，圈手，收拳，推拍，横掌，圈手，收拳，推拍，横掌，圈手，收拳，标摊，跟手，标摊，圈手，抵掌，标摊，圈手，收拳，标摊，跟手，标摊，圈手，抵掌，标摊，圈手，收拳，绑手，边摊，脱手，圈手，收拳，绑手，边摊，脱手，圈手，收拳，左手伸出，一、二、三，一、二、三，圈手，收拳，收起马步，再来一次。握拳屈膝，开马，重心下沉，双手张开，双跟手，双摊手，收拳，左手日直冲拳，摊平，圈手，收拳，右手日直冲拳，摊平，圈手，收拳，摊手，圈手，后手慢慢收回，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收回，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收回，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收回，放松，拍手，撑掌，摊平，圈手，收拳，右手摊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往回收，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往回收，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往回收，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往回收，放松，拍手，撑掌，摊平，圈手，收拳，左按掌，右按掌，后按掌，前按掌，拦手，扶手，整手，前标，制手，标手，压臂，呼气，提臂，呼气，圈手，收拳，推拍，横掌，
圈手收拳，推拍横掌圈手收拳，标摊跟手标摊圈手抵掌，标摊圈手收拳，标摊跟手标摊圈手抵掌，标摊圈手收拳，绑手边摊脱手圈手收拳，绑手边摊脱手圈手收拳，左手伸出一二三，一二三，圈手收拳，收起马步，再来一次，握拳屈膝，开马重心下沉，双手张开，双跟手双摊手收拳，左手日之双拳摊平圈手收拳，右手日之双拳摊平圈手收拳摊手圈手，后手慢慢收回，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收回，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收回，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收回，放松，拍手撑掌摊平圈手收拳，右手摊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往回收，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往回收，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往回收，扶手慢慢往前，圈手慢慢往回收，放松，拍手撑掌摊平圈手收拳，左按掌右按掌后按掌前按掌，蓝手扶手整手前标至手标手，压臂呼气，提臂呼气，圈手收拳，推拍横掌圈手收拳，推拍横掌圈手收拳，标摊跟手标摊圈手抵掌，标摊圈手收拳，标摊跟手标摊圈手抵掌，标摊圈手收拳，绑手边摊脱手圈手收拳，绑手边摊脱手圈手收拳，左手伸出一二三，一二三，圈手收拳，收起马步，放松整理一下，下一个训练，日字锤，准备。握拳屈膝，开好马步，双拳一前一后放在胸前，一、二、三、四，注意出拳时两手手臂交叉出拳，一上一下，拳头出和收都要永远保持在中线。四、五、六、七、八，两手同时用力对扯，一出一收。三。四、五、六、七、八，注意埋肘，手肘不要往外飘。三、四、五、六、七、八，出拳时呼气，把爆发力打出来。三、四、五、六、七、八，注意出拳和收拳都要用力。三、四、五、六、七。八，手腕上提，让掌骨和小臂成一条直线。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拳头大概用五成力捏紧，固定好手心。三、四、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坚持一下，最后两个八拍，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收起马步，休息30秒，准备第二组训练。握拳屈膝，开好马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休息30秒，准备第三组训练。日字锤最后一组，准备。握拳屈膝，开好马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
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收起马步，放松一下肩膀。下一个训练，扯空锤，三拳一组，50组，三次，准备。握拳屈膝，踏好马步，两拳一前一后放在中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注意，两只拳头要保持在中线，拳要打直，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手肘埋好，体验一下肘推手出的感觉。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拳头没力了也不要停下，坚持下去，慢一点也没关系。四、五、六、七、八，收起马步，休息30秒，准备第二组训练。准备，握拳屈膝，踏好马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拳头用50%握紧，两拳对拉，出和收都要用力。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收起马步，休息30秒，准备最后一组训练。扯空锤，三拳一组，准备。握拳屈膝，踏好马步，两拳一前一后放在中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手肘埋好，每一拳都要打直。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
三、四、五、六、七、八，加油，最后一个八拍，手没力了也要坚持住，慢一点也没关系。四、五、六、七、八，收起马步，放松一下肩膀和膝盖。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开始新动作的训练，转马。转马是咏春拳二指前摇马的变形，是把咏春马步的概念运用到招式当中的方法。我们将安排五个不同的转马训练，最终巩固好我们的咏春前摇马架。第一个训练，转马拦手，双手做拦手，左手在上，往左右180度转马，反复训练。准备，开好马步，摆好拦手，向左转马，向右转马，向左转马，向右转马，反复训练。六、七、八，注意两手不能并拢，保持一定距离。四、五、六、七、八，注意用脚后跟为轴心转马，两脚脚掌大约45度朝斜前方。五、六、七、八，手肘和肩膀固定住不能动，靠转马带动，肩膀撑出，不能缩着肩关节。七、八，裆部要始终扣好，永远保持前仰马架。四、五、六、七、八，转马时保持手部不动，仅靠腰胯和马步带动，体验腰马带动的感觉。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马步重心下沉，找到最稳定的马步高度。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收起马步，放松一下肩膀和膝盖。准备，开好马步，摆好拦手，向左转马，一，向右转马，向左转马，向右转马，反复训练。六、七、八，一、二、三、四、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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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八。收起马步，放松一下肩膀和膝盖。转马的主要作用不是避让，而是发力。在后面的动作当中，我们会慢慢找到腰马带动手法来发力的感觉。这就是我们要学会的腰马合一的其中一环。我们通过转马拦手，初步掌握了马步的左右转动，
接下来我们试着把咏春手法加入到转马当中。下一个动作是转马跟手，上手做标摊，下手做跟手，保持手部不动，转马带动，换手转马，换手转马，反复练习，准备。开好马步，两只手一前一后做护手，我们把它叫做装手。转马带动跟手，换手转马跟手，换手转马跟手。六、七、八、一，重心下沉，让结构更稳定。三、四、五、六、七、八，马步注意前柱裆部，脚掌45度往前。三、四、五、六、七、八，转马时跟手固定好手型，依靠腰胯和马步转动来带动跟手发力。五、六、七、八，注意换手时上面的手从内走，下面的手从外往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肩膀撑出，不能缩着。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收起马步，放松一下肩膀和膝盖。转马跟手训练的目标主要是为了体会腰胯和马步转动而带动手部的发力方式。这个阶段的侧重点除了基础的跟手手型之外，更重要的是转马的发力。让我们再做一组转马跟手的训练，准备。开好马步，摆好装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重心下沉，让结构更稳定。三、四、五、六、七、八，马步注意前柱裆部，脚掌45度往前。三、四、五、六、七、八，一、跟手固定好手型，依靠腰胯和马步转动来带动跟手发力。五、六、七、八，一、上面的手从内走，下面的手从外往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肩膀撑出，不能缩着。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收起马步，放松一下肩膀和膝盖。我们的跟练动作是长速或者微微放慢的，为的是体现给大家常规的训练状态。如果大家觉得还是跟不上，记得先把基础的动作做好，再来进行跟练。好，那今天我们复习了小念头，日字冲拳，连环日字冲拳，然后训练了两个新的动作，转马拦手和转马跟手。大家在训练新动作之余，不要忘了巩固好已经学到的动作。下期训练的新动作是转马系列的另外三个动作，转马装手、侧身转马装手以及转马捆手。我们下期见，拜拜。